成功了吗？我成功了吗 ？Hello, hello, hello, hello。终于进来了，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嗨，看得到吗 ？Hello, hello。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我们先给其他的艾坤一点时间，等一下大家。终于进来了，对不对？我也是刚刚进来，现在已经8:16了。虽然过了咱们直播的时间，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开始算。嗨嗨嗨！哎，对了，不要刷礼物啊，大家不要刷礼物。我看看你们在说什么。不要刷礼物，大家。不要刷礼物，停一下，停一下，不要再刷礼物了。其实今天这个直播主要是，哇，因为过年到现在一直没有见到大家，而且也是我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会做到。那其实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今天是我们独特的一个问答的环节。不要刷礼物哦，挡住我看评论咯。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最近怎么样？其实最近在增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稍微长一点肉，有没有长一点？为什么要刷礼物挡住我看艾坤的评论？不要再刷礼物了。好，我来看一下。新歌好听，你们喜欢我就开心了。其实这首歌，对，那年春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事情是，那年春天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北京台春晚去创作的，所以没有录音室的版本，只有我现场唱的 live，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限量版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在那个我们北京台首播。也会是限量版的舞台，所以不会有音源。大家如果想听歌的话，就去看咱们北京台春晚的舞台。所以那对、啊、那年春天是咱们说的那个七儿子嘛。六公主还要再等一会儿，快了，真的快了，真的快了。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在17号左右，好不好？我们今天说，我不能打保票了，但是17号左右。对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有没有？新年咱们其实还是应该多吃一点，没关系，咱们过完年再减，对不对？过完年再变成白白瘦瘦。现在竟然没有卡，你们是没有卡吗？我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现在竟然没有卡，你们是没有卡吗？我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现在竟然没有卡，你们是没有卡吗？我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卡。我看看你们告诉我，我们有没有卡。这样吧，其实大家评论有点快，我有点看不太清楚。我们来唱一下 Pulled Up 怎么样？Pulled Up 这首歌其实 Live 的舞台就只有一次，只有过一次，
肚子叫了，我没吃晚饭。你们卡了，我们先等大家的网络好一点，要不然听的我的声音就是啊啊啊啊，就是。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我们这个直播开始的稍微晚了一点，所以我尽量给大家播久一点，好不好？怎么不吃饭？我就没来得及啊！等我直播完，我就去好好的大吃一顿。新的一年会聊到新的作品，这个就有的说了，就说到新的一年会出几首新的歌。其实大家前一次那个咱们那个电话连线的时候，有一个说到我刚刚写完两首歌嘛，其实也是当下写完的两首歌，是之前就已经把曲子写好了，然后。完词也一直在写，写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刚刚好在我休息的那两天有一些灵感，然后就把那两首歌的词给定版了，最后的词给写完了，所以也准备计划去录音。那其实对，聊到库存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保留一点神秘感，就是不告诉你们有几首会出来，反正就是新的一年肯定会有很多的音乐上的作品带给大家。对，看一下，好。我是不是要凶一点？不可以再送礼物了，不可以再送礼物了。感觉说了没有用，算了，我放弃。我是真的想看一下评论，但是我真的被挡住了。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哦，怎么样？卡不卡？有一点点，有一点是吧？好，累不累？不累啊！你看我这个休息的精神多好。你们有在家好好的休息吗？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春宝挺难唱的，其实那年春天这首歌的整个旋律的走向还有它的那个咬字是有一些属于这首歌独特的韵味在里面。这个问题厉害了，你现在一天吃几顿饭？一天吃几顿饭？早餐、中餐、晚餐、宵夜、半夜？没有，一餐。如果吃宵夜的话，就吃四顿饭。其实我过年的时候还就是有尽量多吃一点，然后就会吃一些宵夜什么的。
温。我是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熬夜这个事情。人就是这么矛盾啊！之前口口声声说白白瘦瘦的也是我，啊，说多吃一点的也是我。有收到压岁钱吗？其实有收到压岁钱，有亲戚就是因为是用微信发过来，啊，就说是一片心意，你也没办法不收。但是呢，我有一个什么秘诀呢？就是收到压岁钱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嘛，因为也这么大了，然后就会回一个红包，稍微比之前那个亲戚给的红包呢再多一点。说理想型女生，哇，这个问题厉害。理想型女生，其实以前就讲过这个喜欢爱笑的，喜欢阳光的，然后其实现在更多一点喜欢有自己追求、有自己个性的这样的女生吧。而且我觉得其实，就对于努力的、积极的女生会比较有，就更多的还是注重的是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聊得这么具体，那其实埃坤是不是都含有这种特质？有没有？什么时候有巡演？好，巡演的话，其实我也在非常非常想要去筹备这个事情。然后，主要的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再多发一些作品。然后，其实会有这个计划，会有这个计划。但是我不想现在这么快的去说一个日期，就是一定会有这个计划，而且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未来的计划。还是比较喜欢在舞台上跟你们约会的这种感觉，所以巡演是一定会有的。好，那我们最后抽三个问题吧，虽然我已经超时了，我知道。我妈问我，你初几来我家？我不是已经去过了吗？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巡演肯定会在国内有，肯定会有。最后我觉得得再抽几个问题，大家可以问点问题。可能有刚刚进来的艾坤吧，我有提到就是春宝那年春天这首歌可能不会有音源，因为我想留下一个专门为北京台去表演的一个这样的 live，所以不会出音源版本。就每一首歌都有它
诞生的价值和它存在的意义嘛，就像是那年春天这首歌，它是专门为那个舞台去准备的，所以我就让它成为那个舞台上的一个作品，所以就不会把单独的另外的音源出来。坤打算增肥到多少斤？这个问题，目标200斤，好吧，目标200斤，但目标我知道只是目标，对吧？目标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是吧？什么时候又来成都吃火锅？哇，说到火锅流口水了，我还没吃饭呢，有点太残忍了吧，有点过分啊。我只要下次去成都见你们，我就一定要去吃火锅。头发有打薄吗？发量超多。其实真的就是，哎，你们有发现染了黑头发吗？我发现你们都没有发现，不过又好像有一点点掉了一点点颜色。对，但是发量这个事情，有小小的打包了一点点，打包了一点点。不准删回放，好，不删不删。什么时候出综艺？其实综艺的话，我一直觉得是随缘，而且我觉得还是想要遇到适合的吧。然后主要是之前有一些还是跟录歌啊、做歌的时间有冲突，所以目前也还没有，但一定会提上日程的。对，你看我说提上日程这四个字，我得做到，对不对？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找你们提的问题，但是我找了半天，我发现全部都是彩虹。去吃饭吧，我们看回放。真的吗？这么好的吗？再陪你们一会儿，再抽一点问题好了。可不可以祝我生日快乐？我今天有生日的爱坤是吧？记得上一次直播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今天看直播是在你生日的时候，这难道不是缘分吗？祝你生日快乐，爱你哦。哦，对了，聊一下大儿子是吧？其实聊到啊，一聊到大儿子有点兴奋，就是 I wanna get love 这首歌呢，其实像我现在已经又写了很多新的作品嘛，我再回头去看，我依然觉得它是一首很有风格，而且我觉得，词曲都，我自己觉得是，蛮有特色的一首歌曲，而且，我是一定会把它放在
巡演上，而且一定是重头戏，就是一定会跟你们一起来唱，然后觉得应该副歌会是大合唱吧，毕竟副歌也是写给你们的。那我们最后来挑一个问题吧。看到了，我也想你。这个梗有点久了，对不对？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对你的 body 着迷了，挺怀念。实在是尽力了，我们来唱几句 Polo 吧。Yeah. 很久没唱这首歌了。Didn't think I'd be here, lost my way, but can you help me? Wasn't always so clear.Don't you show me I'm trying to break free. I've been losing my mind. I've been drifting down, down, down. I can't sleep at night. Been going around, around, around. I was so lost, confused. Didn't know why. Ooh, how to pull through in a world I thought I knew. Though it was too hard, but I was full. I've been going nowhereNeed to know if you care. Are you gonna save me? Cause I've been acting crazy. Pulled up, yeah. It's nothing again, and I'm feeling the pain. Pulled up, yeah. Don't say anymore, cause I'm losing control. Pulled up, I'm running wrong. Pulled up, but I can't let go.希望没有卡成啊啊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你要吃芹菜炒牛肉？好，那我也去点一个。OK， 那今天好像。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卡不卡，我这儿还挺顺畅。那今天就直播，新年快乐，想你们。